有什么事吗？我还有职责在身。你好，下次节目跟我说故事吗？有事要报告吗？我保持着永恒的感情。 能为你做什么？航行顺利，以总帅之名祝福你，朋友。
最近的几起失踪事件，即日起落岗村将严格执行新的宵禁命令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所有村民必须在日落前返回住处，不得延误。另外，我们接获报告，丘陵地区有危险生物出没，所有因故必须离村的人都必须严加小心防范。 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事物，请立刻向怀特村长报告。亲爱的丈夫，你可能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但我亲眼看到你在以为我睡着时偷偷摸摸溜到丘陵那边去。不管你去那里做什么，最好都跟树林里的那个疯女人没有关系。那个女人很危险。 但要是我发现你在做坏事，我会比他更危险好几倍。我没有目标。 这些天杀的虫子是从哪里飞来的？每天早上都来，已经2个礼拜了。照这样下去，我们再过1个月猪饲料就不够用了。这个地方到底受了什么诅咒？我用最后一把火炬打赌，这些怪事一定跟那个老巫婆有关。 亲爱的史托顿工头，最新一批屠宰肉品时间慢了，我诚挚的道歉。路上有个亲切的老妇人给了我一点点植物，好用来喂猪。不过我觉得猪可能已经受到污染了，我养的猪得了某种怪病，变得出奇的凶猛，这样一来就很难抓住它们，集中运送。我会想办法在这礼拜内再送一次货。 Thank you.
断行动。行动！祝你安好，要永远看向大海。以总帅之名祝福你，朋友，祝你一路平安。村庄归我啦，这是母亲的意思。你要就逃吧，否则也是这种下场。行动！我需要靠近。先选定目标。可恶的蠢货，
你竟敢到我的地盘来撒野！我需要目标。让你看看御巫会的力量。我们有个秘密别想消除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我们都管好自己的事就好，烂掉的谷子也可能再长出来。准备行动。Ah!
需要目标。准备行动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会变左旋吗？我喜欢驼耳朵，一路旋风。Thank you.
本行动。准备行动。爸爸常说我没有水手的样子，但我明明就有两只手啊。我们在距离范围内，航太。
走。太远了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这里很少见到陌生人，这里被诅咒了。准备行动！好快！我没有目标。Mm-hmm.
行动。先选定目标。这怎么回事？你好啊，旅行者。小心！真的很感谢你，我本来还以为不可能脱离诅咒了。陌生人，洛岗村多亏了你，请告诉我们该怎么报答你。最近坏事连连。祝你一帆风顺。我可不卖次等货，朋友，很高兴你能大驾光临。旅途平安。不在距离范围。
是吗？愿灾祸将破灭。行动！希尔·威奎斯特，你被指控施行巫术，并且对造剑师谷地的村庄施加诅咒，你必须接受审判。治安官，有陌生人来了。我最讨厌有人搅局，你有什么事，内路人？继续用刑，审判，我是说审判。你看，有骑兵从树林过来了。又有人搅局，这次又是什么事？有什么事吗？治安官弗雷默，我命令你立刻释放威奎斯特小姐，把她交给我。威奎斯特小姐有施行巫术的嫌疑，除非她能获得赦免，否则我们不可能把她交给你的。没时间跟你们争了，要是不让开，我们就来硬的。你不能这么做，元帅，我命令你退下。那些女巫一定不是王室。我们要驱逐黑暗，就要开战了，敌人在看着。那些女巫会死在我剑下。
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替我们争取了时间，内陆人，希望这些村民不是存心要伤害威奎斯特小姐。治安官，你可以继续进行审判了。终于，那就开始吧。威奎斯特小姐，决定要用哪种测试方法了吗？佐斯瓦屹立不摇。这里很少见到陌生人。灾祸降临在女巫身上。这里很少见到陌生人。我们都管好自己的事就好。这里被诅咒了。我们都管好自己的事就好。烂掉的果子也可能再长出来。愿灾祸降临在女巫身上。你好，旅行者，祝你一帆风顺。你好，外来者。荣耀归于威奎斯特。